用手啊 ！No no no！Oh my god！ 你看你看，死了死了，我相机没有电了。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我要挑战的是在一分钟里面做做史莱姆。对，为什么是一分钟里面呢？因为我的相机要没有电了，我相机剩6%，所以希望我做到啦。OK， 我们先 set timer。Set 一分钟的 timer。Oh my god， 我很怕现在。我已经准备好胶水，我已经准备胶水、喷洒水、剃须泡、色素。可以了，可以了。OK。一分钟。Oh my god， 挑战开始。OK， 我们先放 glue。Oh my god， 快点出来。OK。哦，这个。同学，你冷静好吗？这个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个实验室没有任何的容器，还有Oh my god， 30多秒。剃须泡，对，剃须泡。好 ，Oh my god， 我真的要用手咩？我不要用手啊，没有关系，我们加一点色素，Oh my god， 16秒，用手啊 ，No， 啊，随便啊 ，Oh my god， 恶心，非常恶心 ，Oh my god， 很恶心。Oh my god， 一分钟已经到，太快了！一分钟，好，没有关系，我们，Oh my god， 我的手，我弄到那个像手机都是色素。Oh my god， 我第一次把自己的手弄到这样狼狈哎。OK， 我们加喷洒水。好，其实这个实验也没有很难呐。只要你克服到用手的那一关，基本上就没有事情。OK， 可以，哇，很疗愈耶，这个声音，我觉得。我手很累。我跟你讲，我剩下透明胶水包，其实我不想用了，可是我发现我没有白胶咯。我家里没有胶水哦，身为一个做 slime 的人，然后我家里没有胶水，我手真的很累啊。因为我看到你们讲你们喜欢看史莱姆挑战，所以我就做了。只是我没有想到，一分钟里面是根本就皮毛都做不完哦。还有你们比较喜欢白色背景，对不对？我都有听到，所以我都有用。OK， 这史莱姆蛮好拉的，可是我觉得我还是加一点甘油给它，一点点的甘油。甘油呢，在马来西亚是叫洗口糖，所以如果你要在马来西亚买洗口糖，买甘油的话呢，就是去 Watson 那边讲洗口糖，因为我看到 comment 那边很多人问我，所以就要跟大家讲一下。Oh my god，其实用手也是蛮爽的，而且蛮快的嘞，就是比用那个搅拌棒快咯。其实我觉得甘油弄到你的手很狼狈，因为它会把你的史莱姆给融掉，然后它就会全部融在你的手。你看，死了，我相机没有电了。快点，我相机没有电了。No！ 那个不要没电，相机 please。它现在已经没有那个
那个数字啊，就是那个电的数字，就代表它好像可能再过两三秒就没有电了。虽然没有在一分钟里面做完，可是 whatever， 我们很成功好吗？这只是一堆我在安慰自己的话，所以你们根本就不用听，所以我就剪掉了，谢谢。对，就是不认输，怎样？刚刚只是因为我太害怕，所以我不能一分钟做完，我觉得我这次可以做得完。你看我的色素还在。OK， 我们要开始。OK， 一分钟开始。Oh my god， 那个 blue， 快点。OK， 我们做比较小的啦，因为我真的是没有 blue 啊，我家里。OK， 我希望我的相机不要没有电。OK， 可以提取泡。好，然后我们来加一点点点的那个好 ，OK， 我没有犹豫，我直接弄哎，所以我应该可以在一分钟里面做。好，可以，一分钟。我的妈呀！快点成型 ，please！ Oh my god！ 为什么一分钟过得这样快的？当你着急的时候，人真的会变笨。一分钟只有60秒，当然快。啊！没有关系，可是我这次有比较快啊，对不对？有比较快。然后我就说了一堆安慰自己的话，废话。为了不要伤害你们的耳朵，我就剪掉了。OK 啊，起码我们有比第一次进步，对不对？失败乃是成功之母，所以没有关系。即使我们，OK 啦，很美嘛，反正可以的。我们做出来 SM 很美，所以我们现在就进入 ASMR 的部分吧。OK， 我们再把第一个史莱姆还有这个史莱姆掺在一起，耶！哦，很美耶，这个颜色。哇，这好干用的史莱姆真的是非常的粘手咯。很美，我喜欢。你们猜掺出来是什么颜色呢？我觉得掺出来是 peach color 这样的东西。哇，很美耶，这史莱姆真的 ，Oh my god！ 耶！哎，我相机很神奇的，没有电哎。They ask you how you are, you just have to say that you're fine。那今天的影片就结束喽。如果喜欢的话，记得按赞并且分享，还有记得订阅一下我的频道。最重要就是追踪我的 Instagram， 可以看到更多的史莱姆影片。好，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